你自己来了？我来这边拿稿子，路过这里就过来看看你。没吃饭吧？我给你买了点点心。你也这么担心我？肯定是世君跟你说什么了吧？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怎么可能不担心你啊？ 别怪我说的坏话啊，时君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但唯独有一点，就是太善良，天天跟个大姑娘一样，见不得任何人难受。往后日子长了，有你受的。你这儿有后悔药卖吗，许先生？ 真没想到啊！你居然会买东西给我吃。想想以前我跟你说的那些话，就算你现在加倍的还给我，一点都不过分。你爱石小姐吗？她现在一定恨死我了。 一定觉得我是个懦夫。你们在一起才几天啊？你爱他什么？男人嘛，得不到的东西啊，永远觉得好。你真的打算放弃吗？我输了，人生、爱情，全都输个精光。 淑慧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你根本就放不下，你为什么要放弃呢？你怕什么？曼桢，咱们俩不一样，根本就不是一类人。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可我呢，我就是一个大俗人。人这一辈子有很多事情，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。有些人。 也不是你想留，就能留得住的。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，算是想明白了。人生最怕的就是什么都想计较，却又什么都抓不牢。所以啊，就放开那些执念，错过的人，错过的事，就让他去错过，随缘吧。 你分明是不相信爱情。都说了，咱们俩不是一类人。你呢，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总是一副举重若轻的样子。可你的心里头啊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放弃。但我不一样，我偏偏就是那种，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退堂鼓打得比谁都快的。 但是你说我不相信爱情，你错了。我是相信的，只是不敢要罢了。在我的概念里，爱情不可能永远保存，所以我宁可让我的爱情停留在最真、最美的那一刻，也不愿意亲眼看着它腐烂，懂吗？ 你说的没错，幸福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，爱情也不会永远只有甜蜜，所以我们才应该不停的去经营、去努力。淑慧，这不是你，你的智慧和勇气呢？都没了，只剩下自卑了。 想想我们两个还挺可笑的，在南京，我们俩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现在又是同病相怜，自卑，你有什么可自卑的？
你起码有一个清清白白的家庭，而我呢？我的家，我的姐姐，这都是我和世钧之间的鸿沟。其实放弃很容易，但是我不认命，因为我爱世钧，世钧也爱我。只要我们想到对方，就无比的幸福。这就是支撑着我不顾一切的勇气。 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淑慧。如果你爱石小姐，你也不应该放弃。如果你心里还有她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，我去找她跟她好好谈一谈，好吗？不用了，随之已经做出的选择，她选择了她的父亲，现在轮到我了，该我去做个了断。 你是该跟他做个了断了。他还好吗？淑慧，翠芝从小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，他不是真的爱你的。世钧，我没有指望你真正的理解我，可我也没想到你对我们俩的误解居然这么深。 我爱翠芝，我并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，更不是因为他们家有钱，而是因为她代表着我想要追求却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美好，你明不明白啊？放手吧，她不适合你，她是石敬轩的女儿。石敬轩的女儿怎么了？石敬轩的女儿不用谈恋爱吗？我搞不懂啊！你，淑慧，淑君，你不要让她难受了，你是来劝她的还是来气她的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对。 你现在应该冷静一下。淑慧她看到的，只是翠芝的天真，并她并没有看到隐藏在背后的乖戾。其实不是翠芝做不到，是淑慧做不到。就是因为淑慧明白这一层意思，她才会更痛苦。你又何必去戳她的心呢？我是要让她死心。翠芝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 如果淑慧再给他一点点的机会，我只怕会发生更大灾难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感情不可能说断就断的。淑慧的痛苦，我感同身受。可你又明白吗？你眼里那个不可理喻的石小姐，她有多痛苦啊？时间可以改变一切，但时间可以从我们心里拿走一个人吗？ 曼桢，你不能逃，不能像淑慧那样。我不是淑慧。<笑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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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乖女儿梦都是反的，我见你死了，是不是今天睡得不大好啊？我让洪彩把医生请来，给你开一点安神的药。我不要吃药，我谁也不要接，你出去，你出去。爸爸出去。 真的爱我吗？爱，爱，你是爸爸唯一的女儿，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呢？好了好了，爸爸陪你说会儿话。爸爸问你，徐淑慧，沈世俊。 这两个你喜欢哪一个？明知故问。那我再问你，如果你喜欢许淑慧，为什么让爸爸接你回来？可是如果你不喜欢沈世钧，怎么能够情愿挨他一巴掌？我不喜欢沈世钧，我谁都不喜欢。哎呀，我的女儿啊，你不了解男人，什么是好男人？啊，不一定。
是最爱你的那个，而能够一辈子爱护你、守护你、让你免于世俗的那个。这个人肯定不是许淑慧。那还有一种男人，那不是用来恋爱的，但是却可以嫁。他兴许没有情趣，也不懂得揣摩女人的心思，可是他有与生俱来的财富和足够的善良。他的财富可以让你一生……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我谁都不要嫁。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啊！好，爸爸出去，好了，回到女人。好，我爸爸打扰你了，过来。好了，我出去。还是请医生来一下吧。我这个女儿啊，难道是沈世军这一巴掌把她给打坏了？会长，以小的来看，这一巴掌就是峰回路转呀。怎么讲呢？会长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接着说。大小姐为什么不高兴？那就是因为沈先生这一巴掌啊。沈世军责无旁贷，趁这个机会让沈先生陪着大小姐出去散散心，一赔个不是，二培养感情，这一箭双雕。一举两得。对，是一举。会长，你走。会长，那我去找沈先生。找沈先生。我这个人实在是太不会说话了，忍了淑慧，真怕以后忍了你。你就这一点毛病吗？我承认我这个人很多很多的缺点，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对，但是我想了又想，我应该还算有一点好处吧，不然你怎么会对我好呢？我对你好是因为你对我是认真的。哎呀，这大白天的有点辣眼睛啊。你又想说什么话去？沈先生别这样啊，一见我就跟斗鸡似的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石会长有事儿请。不方便，明天再去。十万火急，您不去这小的也交不了差啊。世君你去吧，我没事。记着啊，不要在崔氏面前犯你的老毛病。知道了。去吧。快点。那个沈先生把石家大小姐给打了。石家大小姐气病了，我看这个沈先生一定要对这位大小姐负责一辈子了。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呢？我说你这个做我临时工的，比人家正式职员还要吃力，拿份稿子拿到现在。现在活不好找，我想多找几个活，家里的开销总得想办法补贴呀。现在不是家里开销的问题，是你。周鸿才又胡说八道些什么了？还用他说吗？我不长眼睛的，
你天天魂不守舍的，老是不着家。我看这样下去啊，你干脆跟那个沈世军出去同居算了。姐，你胡说什么呀？这是，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同事，他遇到了点事儿，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你坐下，你坐下。我呢是为你好，你要记住，他是定了亲的人。那是他们两家大人一厢情愿的，世君根本就不愿意。这些瞎话我在百乐门听到耳朵都长老茧了。那些出来寻欢作乐的人，哪个喜欢他家里面帮他定亲啊？又有哪个真正娶了个舞女当大老婆的？我又不是百乐门的舞。我这个做舞女啊，真的是不争气。吃男人的亏吃了一辈子，你不能学我前车之鉴。对不起姐。妈，你听来干嘛呢？崔师，是啊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从小一起长大，看到你，就让我想到小时候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我哥哥的婚礼，我们做捧戒指的花童，你妈妈在旁边督导，总是嫌我走得太快。可是我妈妈看到你像看到宝贝一样，还想要认你做她的干女儿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大人社交的策略，但是在小孩子的眼里，我只觉得恶心。特别是我妈妈，霸气成你们母女的样子。大概是那个时候吧，我心里有了芥蒂。但是你做错了什么吗？毕竟那么小的小孩，不管说什么，都只是童言无忌罢了。你要真的是我的妹妹，那有多好？我一定会给你找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男人，将你托付给他。你醒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跟你道歉的。你是来看我的笑话的吧？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说话？你什么时候肯纡尊降贵的和我好好说话了？我承认我对你有很深的误解，对你动手是我的不对，对不起。其实我应该比任何人都能了解你的痛苦，更能感同身受的。一天晚上
来关心我痛不痛苦。你那枚卫生球知道吗？那你又是什么？莫愁湖边的莫愁女吗？你不吃东西，是想要绝食自杀？告诉你，这招没有用的。就算你昏倒了，他们还是会给你挂营养针的。不如你现在就吃吧，这样你才有力气发表你的意见。我的意见根本就无足轻重。翠芝啊，我们都已经长大了，你已经不是那个跟我斗嘴的小妹妹了。谁是你的妹妹？谁要做你的妹妹？我承认，要我把你当成一个女人看，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太过熟悉了，在我的心里，你一直都是一个妹妹。其实我们的处境差不多，像你这样的千金小姐。一直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，最后的出路就只能找一个地位相等的人家嫁过去当少奶奶。可是你刚好又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女孩子，要你这样顺从命运，根本就是在谋杀你的幸福。我不希望你对人生失去了希望，翠芝，回南京吧。沈世君，我也不喜欢你。你这个人脸又嫩，心又软，你根本不了解女人。女人要的是你对所有人都坏，只对她一个人好。你这个傻瓜，你走吧。记得把饭吃了。伯父，伯父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？没事没事，正要去找你，累了歇一会儿。这是一个杨医生的地址，我已经关照过了，他过去给我看过病。你去联系一下，秀同兄的身体不能再耽误了。但你也知道，我父亲一向笃信中医，恐怕这杨医生他……伯父，你的身体还好吧？好了。哎呀，这次去南京看你的父亲，心里不是滋味啊。想当年我们两个在南京打拼的时候，小同兄真是英雄少年，意气风发。你爷爷的那个小铺子让他经营得风生水起，一眨眼就卧病床榻了。这么些年的交情他放不下的，我怎会不知道呢？知道了，又怎么能不帮忙呢？伯父，你心里放不下的，我也知道。但我实在帮不了你，因为翠芝的心结不在我。我也不管喽，老了已经管不了年轻人的事了。哎呀，活到这个岁数才明白。什么叫活一天少一天？时间不早了，伯父，您早点休息。世君，你今天晚上能不能留下来，让这个房子里多一些人气？这世上，我信任的只有你了。
翠芝啊，已经很晚了，我准备要睡了。有什么事，明天再说吧。哟，沈大少爷，这个房间住的可习惯？谁让你进来了？出去！哎呀，沈少爷，今天晚上住在这儿，二小姐知道吗？ 太晚了，来不及告诉他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明天一大早他就会从你的嘴里知道的。沈少爷，你看，尽会开玩笑的。您是会长的世侄，我哪能拆您的台呀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有屁快放！沈少爷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。 咱今天晚上呢，就是男人和男人之间，暂且不说什么石小姐、顾小姐，我就问你啊，这么大的房子，这么多的钱，这么大的产业，你真舍得不要啊？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跟一个井底之蛙说海阔天空，我岂不是对牛弹琴吗？我告诉你，是个男人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阿妹，我来了有段时间了，我是看你一直在忙，就没敢打扰。阿妹，姐，我去交稿子了。阿妹，哎，仲凯，你又想使什么坏水啊？我问你啊。 这段时间，二位跟这个沈先生怎么样啊？好的不得了啊！我可是在师傅听到很多风言风语啊。曼璐，二妹年纪轻，不了解男人，你还不懂吗？这男人最怕看见女人流泪了。这个石小姐跟沈先生本来就是青梅竹马的交情，就怕这次走得更近了。昨天晚上，这个沈先生住在师傅。 瞅瞅我这张嘴，这张把门的嘴简直……给，千万别给我惹麻烦。给。哟，这唱的是哪出啊？梅凤姐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好货，专门给二位瞧一瞧，您看看，哎。哎呦，哎呦，您摸摸，这质地多好。 哎哎，这花色多适合你啊！可是太贵了，你穿不得便宜货的啊。能，帮我量尺寸，我做件旗袍。哎，伙计，帮小姐量一下。来来来，给我给我，我帮你拿着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啊，你就天天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呀？坐吃山空呗，哎，坐穿空板的滋味，还是买东西好。 这钱一花出去嘛，什么筹啊，什么苦啊，都一道出去了。曼璐小姐，麻烦你把前面的账结一下，我也好跟老板交代。哎，你现在怕我欠你钱吗？给你，你下去吧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这么精打细算呢？
美凤姐，我好不容易从泥潭里抽个腿出来，我不再回去那个地方了。你找我做什么？放心，我不会给你介绍男朋友的。坐。喝杯暖心的咖啡，会让你心情好一点。你找我是为了世君吧？是。你可真直接。也没见你跟我绕过圈子。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喝咖啡，很苦。就是现在时髦的小姐都流行喝咖啡，所以我也只好假装喜欢。喜欢一个人可是装不了的。你喜欢世君，还让他来看我。我相信他，更相信自己。你呢？我劝你不要太相信男人。你是不相信淑慧呢，还是不相信自己？你知道昨天晚上世君在哪儿吗？坦白的说，我也有点吃味道。哪个女孩会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去关心其他女孩？但是世君的为人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。用不着跟我显摆你有男朋友，别忘了，我还有未婚夫呢。你明知道自己有未婚夫，为什么要去招惹淑慧呢？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说玩玩就玩玩，可是他不是，他是认真的。你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吗？跟你说这些都是白费口舌，你根本就不在乎他。淑慧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好吗？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啊？啊？真实的表达喜欢不喜欢有那么难吗？为什么不把自己心里想法说出来呢？说出来有用吗？告诉他只会让他更难过。如果能让他死心，就让我做一辈子没头没脑的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吧。一段感情即使走不到尽头，至少也该给他一个体面的句号。不用你，我请。一杯咖啡我还是请得起的。你确实有钱，比我有钱的多，但我不想把你当有钱人对待。你也希望在上海做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吧。保重。说出你的同情心，我不需要。如你所愿，我收起我的好意。如果你要收回你的感情，请便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。你巴不得我喜欢淑慧，只要我跟淑慧在一起，你和世君的绊脚石就消失了。我承认我这么想过，但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我爱世君，我也想明白了，两个人在一起，不在乎那一纸婚书，在乎的是两颗心。石小姐，你有心吗？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他们家的生意离不开我爸爸的支持，这样你也要把心给他吗？我爱的是世君这个人，不是他们的家族，更不是他们家的生意。我相信凭世君的能力，一样可以给我幸福的。你是幸福了，可是世君跟你在一起就会一无所有。你那样的家庭，那样的姐姐，让我恶心。伤害别人可以让你心里舒服些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，
是自知。我不是同情你，我是可怜你。安心是混蛋，顾曼桢，我告诉你，沈世钧我不稀罕，但是你要拿走，我就是不答应。石翠芝，你听好了，这个男人我爱定了。搞得邻居都来跟我说，你还瞒着我。你告诉我，那个石翠芝找你干嘛？真是可恶！要是我在啊，非拔光他的毛。姐，能不能冷静点？别一提到石家两个字就要跳起来。谁让你是我妹妹啊？你讨厌石家，可你这个样子跟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我都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感情的事情你是帮不了我的，让我去吧，让我跟着我的心走。虽然未必是对的，但一定是最真实的。你明知是漩涡，你还往里跳，你是不是太傻了？我看到舒慧和翠芝，就像看到我和世钧一样。他们是放弃了，可是他们的悲哀感同身受，绵延不绝。不绝个屁！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，自己的缘，不是你说的都是对的。缘若尽了，道一声珍重，就此别过。虽然也有悲伤，却无哀愁。你呀，少跟我拽这些文屁！我告诉你，我供你读书，不是要让你成为他们的玩物。姐，若世钧真的是这样的，我就不会爱他了。你以为他跟石敬轩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告诉你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他现在只是还没得到你，当然甜言蜜语哄着你了。姐，我知道你是苦口婆心为我好，希望通过你的经历来不让我做后悔的事情，可是我所经历的是你没有经历过的，你根本就不明白。姐，你不是恨世钧，你是恨他这样的一群人，他这个阶层。不要被仇恨蒙蔽了你的双眼，你不是一直都支持我们的吗？人都是自私的。行了，姐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跟你争执，更不想说出让我们都后悔的话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人已经住在石家了，说不定一直会这样住下去，你还相信他？我只相信我自己。曼桢，我今天把话说死了，沈世钧如果跟你结婚，我顾曼璐叫你声姐。他好像买了奖券，中了头奖，到了头却是一场空。不爱是一生的遗憾，爱是一生的磨难。